格古萨啊，网络上的四众弟子，大家早安，大家阿弥陀佛。啊，今天殊胜日，农历的初一，啊，也是我们南斗新君的圣诞。那今天佛陀加持日，善行恶行乘上九亿倍，啊，所以今天暂乐，啊，临时啊又来传授把关斋戒。为什么啊？为了让我们的福报能够增长，啊，为了让我们的恶业能够消除，为了让我们的祖先能够离苦，更为了这个世界的灾难能够消除，啊，瘟疫能够急去急去，莫得久住，啊，那所以今天八关斋戒，我们圆满的啊三种福田，第一个净田，透过三宝的加持，我们对佛法的了解，我们尊敬佛啊，尊敬菩萨啊，尊敬法宝啊，尊敬修行人，尊敬出家人啊，所以就有福报了啊。所以第一个净体啊，那也代表了我们对父母的恩啊，恩田啊，孝顺父母啊，并不是挂在嘴巴上面啊，孝顺父母要有实际的行为，令父母欢喜，乃至于孝顺的这个等级有所区别啊，孝啊，让父母饮食衣服无缺啊，物质没有烦恼啊，中等的孝顺啊，让父母能够欢喜，不要为你而哭泣，不要为你而伤心。那佛门当中的孝顺啊，报恩啊，那佛陀在优婆塞戒经就告诉我们了，啊，如何报恩啊，父母不会布施啊，没听经闻法，我们带他布施啊，供养出家人袈裟，供养出家人饮食，供养出家人生活所必须的一切的物质。父母没有吃素，我们带他吃素。今天受持八关斋戒，有些父母最近往生了，有些父母最近生病了，但是如何报恩？佛陀告诉我们，药师经说，报恩愿父母能够病苦消除，受持斋戒，燃灯供佛，放生救命，化经幡，修药师法门，那就可以让父母离开病苦了，不用开刀了，重业轻报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八关斋戒又来修持药师法门啊，那有些父母刚往生啊，啊，那要怎么来帮助往生的父母眷属？佛陀慈悲啊，死是必然的，早晚的事情而已啊，我们的生命终究会走到尽头的啊，所以往生要怎么做功德？《地藏经》有说，《父母恩重难报经》有阐述，《灌顶经》也有明确的说明。啊，往生者49天会去投胎啊，会去受报啊。所以在这个刚往生的时候，啊，业报论对，舍报之后8个小时、12个小时，啊，神识就会出离这个肉体。啊，所以《地藏经》说啊，人的神识出离之后，除非你是修行者
啊，除非你是大善之人啊，所以就当下就可以往生净土，当下就可以往生善趣升天啦、啊。如果你是大恶无恶不作之人，不孝父母，不信因果，不敬天地，啊，那做种种的杀盗淫妄酒，那往生那一刹那，神识脱离，就即刻当下就堕落三恶道了。啊，那一般的人呢、啊，不善不恶，善恶掺杂，一半一半，那就要经过中阴身，就要经过49天的审判之日。所以那个时候，地藏经说，往生者殷殷期盼，阳上的眷属、儿子、女儿、子孙，为其做功德啊。那所以今天受八关斋戒，啊，我们华人为往生者父母披麻戴孝，那八关斋戒就是我们佛门的披麻戴孝。所以为了要报父母的恩，那各位要受持八关斋戒，灌顶经讲的受持斋戒啊，然后点香供佛啊，点好香啊，燃灯供花供养出家人啊，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些都是我们佛门的简单容易做的啊，然后对病苦者、对往生者、对没有福报者啊，对六道众生都很重要啊。啊，所以今天八关斋戒也非常的有意义啊。第一殊胜六斋日、十斋日；第二殊胜斋戒日；第三殊胜南斗星君的圣诞啊；第四殊胜佛为我们做证明，末法若有我的弟子能够在初一十五受持斋戒，那我就受记他，功德跟我一样。所谓的功德跟我一样，那就是成就佛道啊。啊，所以受斋戒者、八戒者，菩萨是也，受持八关斋戒就可以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叫做拔三途苦众生啊，叫做利益六道有情啊。啊，那功德跟我一样啊，八关斋戒者，诸佛父母也。那所以我们要圆成佛道，我们自己要离苦，要解脱，要想要帮助众生，那要有实际的力量跟功德，那就不得不受持斋戒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啊也有供万灯啊，大放光明啊，早上已经供一轮5000灯啊，中午又要供一轮啊，啊那各位要怎么融入呢？师父我要怎么参与啊？啊，那你在家里面点一盏灯啊，融入啊湛热法会万灯的功德，师父我要怎么融入啊？今天受持斋戒融入啊，师父我要怎么融入啊？随喜八关斋戒的功德啊，啊供一盏花啊，念一句佛号啊，乃至于等一下要来念甘露施食啊，啊大家要帮助众生啊，你的念头就可以融入了，你的身体就可以融入了，你的嘴巴就可以融入了，你的身口意就跟三宝合为一了，简不简单？太简单了，就好像阿弥陀佛创造了极乐世界，愿生彼国者具足信愿行就可以了。啊，所以佛法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做甘露施食，啊，大家合掌跟我念。我等虔诚，我等虔诚，为诸众生，为诸众生，念佛名号，念佛名号，引请三宝，引请三宝，救苦救难，救苦救难，念着本师的名号，没有释迦牟尼佛，就没有修行的人了。没有释迦牟尼佛，那三恶道的众生就很可怜啊，那这个世间就一片的黑暗啊。所以念着本师具足一切。念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名号，世界各地都亮起来了，大家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
十方三宝慈悲加持，持随持迷不施法界众生，悉获饱满同生极乐，共证不敌。尽善业真言：唵娑婆哇修达娑哇达玛娑婆哇修多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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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什么耶？唵达达格达杜嘎巴雅梭哈莲花布什么耶？唵巴达玛杜嘎巴雅梭哈金刚布什么耶？唵巴吉拉库里杜巴提巴达雅梭。唵巴吉拉库里杜巴提巴达雅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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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路四十一鬼，大家一起念：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本尊释迦牟尼如来。南无安住大地菩萨众，南无一切龙天善神，愿以为神加哀护助，我今召请十方沙陀，今悉空界一切六趣恶鬼有情类，与三宝威神力故，悉至我所菩提真言。唵揭来揭耶萨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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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舍迦舍利那，三藐三菩提俱胜那。唵真南南无婆提毗梨毗梨吽。南无阿舍迦舍利那，三藐三菩提俱胜那。唵真南南无婆提毗梨毗梨吽。南无阿舍迦舍利那，三藐三菩提俱胜那。唵真南南无婆提毗梨毗梨吽。大家跟我念三宝加持，三宝加持，一心报恩，一心报恩，召请十方法界，召请十方法界，六道群灵，六道群灵，无事孤魂，无事孤魂，个人礼节，个人礼节，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历代祖先，历代祖先，七世父母，七世父母，过去所杀所吃，过去所杀所吃，所有动物，所有动物，一切水产，一切水产，堕胎流产胎儿，堕胎流产胎儿，来临此地，来临此地，同享甘露，同享甘露，当下离苦，当下离苦。南无佛陀帝利揭利多利丹达耶多耶，南无佛陀帝利揭利多利丹达耶多耶，南无佛陀帝利揭利多利丹达耶多耶，南无佛陀帝利揭利多利丹达耶多耶。南无佛陀帝利揭利多利丹达耶多耶，南无佛陀帝利揭利多利丹达耶多耶，南无佛陀帝利揭
萨婆诃。水米杯拿起来，众生在随乐当中啊，欲望不能满足，嗔恨心想生气就生气，愚痴业风啊，所以洒着甘露啊，让众生没有烦恼，一切自在。嗡波波地利杰多利丹那耶多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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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波波地利杰多利丹那耶多耶。Om Bhupo Devi Chitori Tandai Doye Om Bhupo Devi Chitori Tandai Doye Om Polai Molin Tori Sap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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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Malolachi Sapoho Om Malolachi Sapoho Om Malolachi Sapoho Om Samaye Sadova Om Samaye Sadova Om Samaye Sadova 水蜜杯拿起来，没福报真可怜，没福报寸步难行，没福报怎么休息啊？所以福报是人天的资粮啊！啊，那众生在受苦，我们给予施食，让他离苦，那这个就是最大的善根啊！啊，那个就是慈悲之心最大的展现啊！啊，所以我们有招请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啊！你的念头覆盖一切，整个法界、整个众生啊，透过对三宝的信心。诸佛菩萨的加持，水米杯什么功德、什么力量、什么资粮、什么福报都在里面啊！啊，所以念着嗡嘛吽，像百宝箱一样啊，要医药的有医药啊，要食物的有食物啊，要房子的有房子啊，啊，所以念着嗡嘛吽，让众生一切都具足。嗡啊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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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阿耶多罗智提阿三菩那耶三菩那耶吽。南无萨瓦迦那耶多罗智提阿三菩那耶三菩那耶吽。南无萨瓦迦那耶多罗智提阿三菩那耶三菩那耶吽。南无萨瓦迦那耶多。般若智地唵三菩那三菩那耶吽南无萨瓦迦那耶多般若智地唵三菩那三菩那耶吽南无萨瓦迦那耶多般若智地唵三菩那三菩那耶吽南无苏隆波耶达那耶多耶达遮达唵苏隆苏隆波那苏隆波那苏隆萨婆诃南无苏隆波耶达那耶多耶达遮达唵苏隆苏隆波那苏隆波那苏隆萨婆诃南无苏隆波耶达那耶多耶达遮达唵苏隆苏隆波那苏隆波那苏隆萨婆诃耶朗三波瓦波奈红阿弥耶朗三波瓦波奈红阿弥耶朗三波瓦波奈红。施无遮早上，法力不思议，慈悲不障碍，趋利遍十方，不施诸善戒。嗡嘟哩嗦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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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嘟哩嗦哈。嗡，虚空藏舟。南无萨瓦达达格达巴耶贝香格贝萨瓦达卡乌卡德萨巴伦南依曼嘎嘎那。
甘肃哈拉南摩萨瓦达达格达巴耶比修摩揭比萨瓦达嘎乌嘎帝萨巴兰南伊玛嘎嘎南甘肃哈南摩萨瓦达达格达巴耶比修摩揭比萨瓦达嘎乌嘎帝萨巴兰南伊玛嘎嘎南甘肃哈。那战乐大概前天才从我们的金门回来回到台湾了。金门是个战地过去战争不断，必争之地所以我们国共战争死了很多同胞这些同胞身上都有我们的血液我们是连绵不断的，都是我们的眷属，我们的父母所以这一次去了这个海边他们带我们去阴宫做甘露施食在这个太阳四五点还是很大，天还是很亮的时候做施食，烟就这样子飘在虚空当中那站着就观想遍一切处问灯问水放神救命传戒受戒造佛像印佛经盖佛塔建寺庙对三宝的信心流露对众生的悲心因为他们能够离开痛苦所以他们就拍着拍着居然就拍照这个有一张这个食物就在下面在那叫念佛持咒加持这个烟就飘上来飘上来我们很自然看到是烟但是里面有不一样的东西里面有众生他们拍人手一机这样拍传给战士看居然现出一个非人的样子，现出一个骷髅头的样子不是要你看众生，是要你加持他们把你念经放生点灯融入那个景象在照片里面众生超越时间空间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办大观斋戒也愿金门地区一切五大洲所有有战争的地方都能够有大观斋戒的功德所以大观斋戒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然后我们常常讲大功德水我们常常讲观世音菩萨的法水杨柳枝那八关斋戒就有八种甘露所以有一本经这样说阎浮众生以八戒水洗涤身心让阎浮众生能够作为人天的资粮洗毒罪业然后可以消除痛苦，灭除恶业，八戒水你看讲得那么清楚，大观斋戒受戒之人就有八戒水，水可以洗涤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恶业、我们不清净之处然后恶业消除了，污垢没了，光明就显现了所以现在念着这个不动佛心咒。站着挥挥旗子那你们没旗子没关系说合掌观想佛陀不动佛放蓝光所以这里的念头救苦救难愿众生能够离苦战争死亡的能够超度不动佛心咒那我们在哪在呀呀嗡干干你干干你罗赞你罗赞你咒达你咒达你咒杀你咒杀你这底汉那这底汉那萨瓦干嘛干了巴兰那美萨瓦萨陀念就说南波拉拉这爷爷嗡格格尼格格尼若扎尼若扎尼坐达尼坐达尼扎萨尼扎萨尼这底汉那这底汉那萨瓦干嘛干了巴兰那美萨瓦萨陀念就说南波拉拉这爷爷嗡格格尼格格尼若扎尼若扎尼坐达尼坐达尼扎萨尼扎萨尼扎底汉那扎底汉那萨瓦堪玛巴拿巴拿那美萨瓦萨陀念就说七佛如来。
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苦问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苦问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苦畏如来，南无根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无生，不退不舍为伴侣。大家再一次的翻开22页啊，那在那手上有这个法药，世间的这些中药医药啊，融入眼里面啊，然后大家等一下祈请药师祈佛观想，药片一切处。现在受苦病苦的人太多了啊，一下子要法师回向，一下子要去大牌位。啊，一下子住院，一下子又往生了，啊，人世间真苦啊！啊，一个癌症，啊，让全家人都痛苦，啊，一个病苦，啊，让全家人都变得贫穷啊！啊，那年纪大家都会增长啊！啊，爸爸80几岁了的癌症啊，啊，50、60岁的儿子女儿要照顾啊。儿子女儿也说啊，师父啊，我自己身体都负荷不了啊，我自己也有毛病啊，啊，我上睡不着觉，肚子疼啊，啊，我也真不晓得该怎么办。我说要念佛，求佛加持，没办法，每个人都一样，啊，所以昨天有一个啊，在那昨天去放生啊，有一个老菩萨啊，他跟我讲啊，啊，我背着规矩啊，我80几岁啊。啊，我都很早就睡觉了，啊，然后我80几岁，我身体啊，啊，器官衰竭啊，啊，腰酸背痛啊，啊，然后脚也走路也缓慢啊，啊，然后我告诉他，他住在乡下，我告诉他，你80几岁的还好，80几岁的啊，我跟你说啊，你要知足啦，人会生病在所难免啊，你有空就念佛吧。啊，真的就给他鼓励啊，啊，阿嬷你要念佛啦，师父啊念不累啦，我讲哪念不累啊嘞，啊，我讲你隐隐啊，你念疼，你念烦恼，啊，他说他一个人住在乡下，儿子啊，啊，女儿啊，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才回家一次啊，碰个面啊，了解他，啊，然后。买点东西啊，营养品啊，啊，那我就还是鼓励他，有念有念有保庇啦，有修行有保庇，有念有加持啦，啊，然后我就跟他说啊，我说你身体还很健康的嘞，我们在我们都市里面啊，啊，找不到80几岁在路上走来走去的啦，很少啊，啊，都市的老人都在哪里啦？不是在家里面。就是在老人院啊，不然就是在教养院啊，啊，不然就躺在医院啊，啊，因为老人家都市的跟乡下不一样就不一样，啊，乡下的老人啊，80几岁还骑着摩托车呢，80几岁还开车呢，你在都市看看啊，啊，看不到这些75岁以上的很少很少很少，不能说没有，啊，所以这个老菩萨就笑了，我说对啊，开心一点嘛。啊，要念佛啊，啊，啊，还是给他引导，还是给他去入佛法。啊，我说我的一天念108遍佛号也好啊，啊，真的啊，不然一天啊一天时间那么长，要怎么过啊？哎，走来走去，你在惊醒，那惊醒又没在念佛啊，那浪费啊。啊，所以愿他身体健康，愿天下所有的老人都健康，愿天下所有的老人都来念佛。啊，这个是佛心呐、啊，这个是菩萨的念头啊，啊，所以普愿众生都离苦，啊，所以现在来修药师一苦，
让老人小孩男人女人病人健康通通都得到药师佛的加持。药师佛的加持怎么加持？得男女得男女，求官位得官位，得父老得父老，满世间愿。满世间愿之后呢，个个都有福报啦。啊，福报不能了生死啊，大家修行啊，大家持戒啊，大家帮助众生啊，大家就一起解脱啊。解脱还不够，那发愿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啊，虚空有尽，我愿无尽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所以来提起药师积佛加持一切众生。南无善明真吉祥吉祥王如来，南无宝月智严光阴自在王如来，南无金色宝光妙心成就如来，南无无忧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雷音如来，南无法海圣慧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善明真吉祥光如来，南无宝月智严光阴自在光如来，南无金色宝光妙心成就如来，南无无忧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雷音如来，南无法海圣慧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善明真吉祥光如来，南无宝月智严光阴自在光如来，南无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南无无忧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雷音如来，南无法海上慧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药师如来琉璃光，愿王庄严五德轮，无边行愿力有前，各随所求皆不退。南无东方尽琉璃世界，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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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夜光遍照菩萨。南无夜光遍照菩萨。南无夜光遍照菩萨。奉请十二药叉大将，奉请工毗罗大将，奉请罚折罗大将，奉请弥奇罗大将，奉请安迪罗大将，奉请阿弥罗大将，奉请三迪罗大将，奉请因达罗大将，奉请波迪罗大将，奉请摩佛罗大将，奉请真达罗大将，奉请昭都罗大将，奉请毗羯罗大将。南无药师回向佛菩萨，南无药师回向佛菩萨，南无药师回向佛菩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如果身上家里面有药啊，西药中药都没关系啊，拿出来布施啊，原来慈悲就是药啊，原来帮助众生就是最好的药啊，啊，所以药师佛要帮助众生啊，我念佛，佛念众生啊，念到最后就是念慈悲啊，啊，所以站着有药啊，啊，我们一起来念着嗡啊吽啊，帮助病人，帮助加护病房的，帮助要开刀的，帮助住院的，帮助受苦的，让他们身心自在，病苦消除。嗡啊吽。嗡啊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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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啊吽。南无普贤王地毗沙奢俱卢毗卢耶本那婆赖奢耶昙达揭陀耶昙那婆毗沙藐三菩陀耶。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诃南无婆伽梵帝毗沙奢俱卢毗卢耶本那婆赖奢耶昙达揭陀耶昙那婆毗沙藐三菩陀耶昙遮他吽毗沙奢毗沙毗沙奢三摩揭谛娑诃南无婆伽梵帝毗沙奢俱卢毗卢耶本那婆赖奢耶昙达揭陀耶昙那婆毗沙藐三菩陀耶昙遮他吽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诃。
ॐ बिगजम महाभिगजम्मा我即众生，众生即我，我手痛，众生也有手痛的问题，我得癌症，一切众生身上都有癌细胞啊，身上都有癌的因啊，啊，所以我们身上拍一拍啊，大家都没事啦。药师佛加持，消病重。唵释利陀，释利陀，谨墀利娑婆诃。唵释利陀，释利陀，谨墀利娑婆诃。唵释利陀，释利陀，谨墀利娑婆诃。唵释利陀，释利陀。金扎利沙婆诃，唵释利多释利多，金扎利沙婆诃，唵释利多释利多，金扎利沙婆诃。解结解结结冤结，结了多生冤回业，其心丢离八千尘，今对佛前求解结。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念药师佛。解结解结结冤结，结了多生冤和业，其心独立发虔诚，尽对佛前求解决。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念药师佛。解结解结结冤结，结了多生冤回业，其心丢离八千尘，今对佛前求解决。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佛说八句品难尽，诸有众生类，在不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及虚空中者，慈爱以众生，并各按修习作业勤专精，奉贺众善法，回向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无缘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啊，那现在我们要来点灯，今天能够受持斋戒，一切戒法令一切善法得以增上，一切戒法令一切功德可以增长，一切戒法让一切资粮可以变得很殊胜啊！所以戒名为善啊，灯比真。今天网络上有100个人受持八关斋戒，那每个人受持八关斋戒，就有100个人等比真的功德福报力量，殊不殊胜啊？太殊胜了，值不值得啊？值得啊！啊，所以有人能够为了受八关斋戒，今天不去赚钱啊；有人能够参加法会，今天自己请假啊。啊，所以等一下张队要跟各位分享，赚钱比较重要。还是听经闻法功德大啊，然后听经闻法有什么功德啊，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啊。那大家跟我念三宝加持，三宝加持，我等虔诚，我等虔诚，今日为诸众生，今日为诸众生，燃万万灯，燃万万灯，供万万佛，供万万灯，燃起佛前灯，燃起佛前灯，灭除心头火，灭除心头火，愿持大智慧，愿持大智慧，照破众无明，照破众无明，当愿众生，当愿众生，去除无明，去除无明，开启智慧，开启智慧，懂得布施，懂得布施，受持斋戒，受持斋戒，令其多闻，令其多闻，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共成佛道，共成佛道，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啊！所以我们点灯叫做有明啊。众生为什么轮回啊？因为无明啊，无明就是没有光明啊，无明就是一直黑暗啊。人如果黑暗啊，那就会杀生啊，那就会造恶业啊，啊，然后就会
排斥这些善人啊，就会亲近恶法。那这个经常病啊，有那么严重吗？有啊，哪没有啊？有那么严重吗？常常我们在讲事情有这么严重吗？真的有啊！你不了解那个才叫真严重啊！哈、啊，因为轮回啊，惯性的作用啊，大家杀生就杀生啊，大家吃肉就吃肉，大家自私就自私啊！啊，所以一代不如一代，所以一年不如一年啊！各位，灾难有没有越来越多啊？灾难有没有越来越多啊？有啊！痛苦有没有越来越减少？没有啊，还增长啊！口袋有没有越来越少钱？有啊！啊，人越来越没福报啦！啊，所以不行的、啊，啊，所以正法的力量在我们心中啊，各位要护持正法，那就要守护你的心啊，让心不要起心动念，不要起贪嗔痴，你的心不起贪嗔痴，你的行为就端正了，太重要，太重要了。啊，所以我们这一次两三天的时间啊，站在跟着战中到金门去啊，啊，才知道啊。自己微不足道啊，啊，我们的资粮不够啊，啊，所以众生啊太苦了，啊，所以第一天去就有感觉了，啊，第一天去就有感触了，啊，三天让你没有办法睡觉啊，啊，三天让你晚上睡不着啊，很累就是睡不着啊，那菩萨们很发心啊。啊，师父今天法会完了、啊、明天带你去走一走啊。我说好啊，走一走也好啊。啊，看能不能放轻松啊。啊，不要那么紧张啊。啊，其实也没紧张啊，就是众生在身边多啊。啊，身上就不由自主让你酸啊。啊，腰酸啊。啊，肩膀硬硬的啊。啊，不舒服啊。啊，然后他们带我们去走一走。各位走一走，走去哪里？基本你要走去哪里啊？那到处都是骨头啊，今年你要走去哪里？到处都是众生啊，啊，带我们去这个植物园啊，那、啊、植物园干嘛？植物园看动物啊，我们还是众生啊，看这些啊，看这些鸟啊，做成标本啊，看这些昆虫做成标本、啊，还是众生啊。我进去的时候，我就看着标本，那两个眼睛就一直看着我、啊，哎呀，阿弥陀佛，嗡啊吽啊，因为没离开痛苦嘛、啊。那植物园完了之后又去哪里啊？又带我们去这个啊，看看战车啊，啊，看军炮啊，啊，还是一样众生啊。还带我们去壕沟啊，还带我们去这个啊，军舰啊，可以啊，这些军艇可以直接开到山洞里面的啊。各位菩萨，众生多不多啊？阿弥陀佛啦，好在我有拿甘露水啊，啊，同享甘露啊，嗡啊吽，嗡啊吽啊，帮你们写牌位啊，让我知道就好了，不要太靠近了、啊。啊，那就是这样子了，两三天昏昏沉沉，两三天就这样子回来还是昏昏沉沉的。啊，昨天还比较好一点的嘞，所以各位菩萨有没有众生啊？有啊，那、啊、所以战乐功德不够啊，带的不够多啊，意思是急炸都搞了，啊，钱带的不够啊，那边众生啊，啊，不够分啊，啊，所以改天啊，战乐再继续努力，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啊，今天帮忙再去功德回向。又帮他们写牌位，大家一起来关心众生，好不好？为了要关心众生，所以现在要来关心呐、啊。那、啊、关心佛陀怎么说啊？啊，所以现在要来受八万斋戒啊！大家翻开41页，请起立。戒海无涯，饮一滴何为同清水？自伤不妖，登一步而光照同生。不戒标志，望洋必退；若逢良道，超尽可生。精卫汝等恭请，树林菩提堂上，上赞下乐法师，为汝等做八戒本师。请师指疑，如何自成？恐如未能我今交流，称自己名，赞中
其余言辞随我所当。大德一心念我弟子正宗，今请大德为八戒本师，愿大德为我做八戒本师，我依大德故得受清净戒，持名故顶礼以拜。大德一心念我弟子正宗，今请大德为八戒本师，愿大德为我做八戒本师，我依大德故得受清净戒，持名故。第三遍，大德一心念我弟子正宗，今请大德为八戒本师，愿大德为我做八戒本师，我依大德故得受清净戒，大慈悯故顶礼以拜。啊，各位菩萨，请坐。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佛陀告诉我们听经闻法是那么的重要。所以这边有个公案，经典告诉我们，到底是赚钱功德大，还是听经闻法修行功德大？佛陀那个时候啊，佛陀的姨妈大爱道比丘尼，她做了一件金色的袈裟，要来供养佛陀。啊，佛陀拿了之后，就供养了僧团啊。这个比丘尼告诉佛陀：“佛，这是要供养你的，你怎么供养僧团啊？”那佛陀说啊：“供养僧团，代表正法的延续，功德大无边呐。”我这个肉体会生灭，会死亡的，啊，所以你看佛陀每一句话都告诉我们如何修行的，啊，所以大家要多供养出家人啊，供养持戒的，供养僧团，啊，所以这样子，佛陀这个金色的袈裟供养僧团之后，没有一个人敢穿了，啊，只有弥勒菩萨接受啊。弥勒菩萨就抓就啊，弥勒菩萨，他就穿着这个金色的袈裟，到市集里面啊，走到人群多的地方啊，啊去乞食啊，那庄严的袈裟，金光闪闪，每个人都看着他，争先恐后的观看，啊却忘了拿这个食物供养弥勒菩萨。所以有一位穿珠宝的师父啊，就看到弥勒菩萨穿着袈裟，就跪着祈求啊，弥勒菩萨到他家接受供养啊，弥勒菩萨就答应了。吃完饭啊，啊，这个穿珠宝的师父请求弥勒菩萨说法。穿珠宝的，什么叫做穿珠宝啊？我们手上的念珠啊，佛珠啊，啊，中间都有洞啊，都要用线穿过去啊。所以法师啊，像湛乐身上带着这个佛珠啊，也是用线穿的。那这个穿珠宝就不一样了，珠宝穿一穿啊，给啊漂亮的、尊贵的啊，妇女穿在身上就会变得很漂亮、很庄严了。所以这个穿珠宝的师父啊，就请弥勒菩萨说法。那这个师父听弥勒菩萨说法，就听得很欢喜啊，他就忘记了前几天呢、啊，有一个富翁啊，他的女儿要嫁，
啊，然后就拿了很多的珠宝要这个穿珠宝的师傅来穿呐、啊。那这个穿珠宝的师傅听弥勒菩萨听得很法喜，忘记穿珠宝了。结果这个富翁啊来了家里面三趟啊都扑了空啊，就很生气了，把这个珠宝拿回家了，又很生气了，把这个穿珠宝的十万钱呐、啊，哇，十万钱很多嘞，啊，十万钱好像现在我们这个一年的工资啊，一年的薪水，啊，那这个穿珠宝的师傅啊也不知道有这件事啊，忘记了，啊，所以这个富翁就把钱呐、啊，啊，珠宝全部带回去了。那个时候，穿珠宝的师傅的太太为了这件事就很生气啊，就骂他先生啊，你真的糊涂啊，你只要帮富翁穿珠宝我们就可以净赚十万钱了，你却在这里听这个师父弥勒菩萨光头讲佛法，你错失赚钱的机会啦，你错失啦，丧失了大好的机会啦。那这个穿珠宝的师父啊听到太太这样子说啊，他心里就后悔了 啊， 那弥勒菩萨有他心通啊，就知道他内心在想什么，然后就对这个穿珠宝的师父说啊，你能够跟我到寺院里面吗？啊，那穿珠宝的师父说可以啊，反正钱没了 啊， 这件生意做不成啊，啊，他想说好吧，那就跟着师父去寺院里面走一走看看啊。那个时候两人就到了寺院，到了金色弥勒菩萨就问寺里面的上座和尚，弥勒菩萨这样问啊，啊，如果一个人啊以欢喜心来听法啊和赚大钱，到底哪一个比较殊胜啊？那这个乔成儒尊者啊，无比丘啊，乔成儒尊者就说啊，如果有人啊得到十万斤的黄金啊，不如用一钵饭菜来供养持戒的修行人啊。哇，你看这一句话讲得真好啊。佛陀也在经上说啊，如果一个人啊能够供养全世界的阿罗汉，或者是供养全世界的佛陀，现在全世界有七十几亿的人都供养，都成为佛陀，那你拿食物供养佛陀，七十亿的佛陀，哇，功德大无边呢。那你又让七十亿所有的人都能够衣食无缺，住别墅，吃得好，住得好，旁边又有侍者金童玉女，然后又开跑车，又开名贵的宾士，走到哪里都很开心很快乐，想吃什么想住什么啊都没有烦恼啊，每个人都一样。佛陀说啊，不如用一钵饭供养持戒的修行人啊，你看啊，啊，功德这样比较大家都知道了啊。然后这个尊者就继续说，更何况以清净的信心去听经闻法啊，啊，以这样子的清净欢喜的心去听经闻法啊，即使得到两分钟三分钟听经闻法的功德，都超过十万斤黄金的百千万倍啊。那弥勒菩萨这样子的来问是替我们问的、啊、这样子的来问是替这个穿珠宝的师父问的。那连续问了四个上座和尚，那都是一样的道理啊！啊，为什么布施一钵饭菜给持戒受持斋戒的人、八关斋戒的人，胜过得到全天下的黄金呢？那阿那律尊者又继续说啊，弥勒菩萨问阿那律尊者啊，天眼第一的尊者啊。尊者这样子告诉弥勒菩萨跟穿珠宝的师父，
我记得啊，我过去是在饥荒的时候布施了一波的饭菜给出家人辟支佛，结果生生世世都当了天帝啊，都当了人间的国王啊，你看功德大不大？太大了啊！所以湛乐知道这个功德啊，啊，所以我的八关斋戒，我都供养出家人啊，供养白米啊，供养袈裟，供养肥皂啊，啊，然后又供养寺庙医疗啊，哇，这功德很大嘞，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功德，所以我们成立了中华慈悲僧协会啊，大家融入功德啊，布施啊，一滴水融入大海啊，一块钱融入广大的福田。啊，所以生生世世阿那律尊者做了天地和人间的国王，过着快乐自在的生活啊。九十一劫未曾断绝，就是说九十一劫阿那律尊者都做天地跟国王，后来因为供养出家人的功德，让我生在印度碰到释迦牟尼佛啊，又作为上姓的种族啊，最尊贵的出生的时候，你看阿那律尊者出生的时候四十里都有宝藏啊，你看啊，这个时候啊，穿珠宝的师父听了心中很欢喜啊，他这个疑惑，他这个后悔之心就不再有了。所以各位菩萨，你今天请假来参加八关斋戒值不值得啊？黄金带回家啦，各位今天啊没有去上班啊，功德大不大？太大了啊！所以湛乐随喜各位网路上今天受持八关斋戒的功德啊。再来接着啊，华严经啊告诉我们啊，听经闻法有十种利益。那所谓佛出世，世出世间，一切邪正之法无所不闻无所不了，能够得到十种利益。哇，这个很重要，非常的重要。我相信在座的菩萨们也是因为听经闻法而来念佛的，也是因为听经闻法而来修行的，也是因为听经闻法而来对八关斋戒有绝对的信心的。没有听经闻法，你不会念佛，不会念法，不会修行，不会走入解脱之道，不会行持菩萨道，不会想要往生净土啊。所以第一个华严经告诉我们，听经闻法的殊胜有什么功德呢？第一个，知烦恼处。那、意思是说啊，你多闻你就知道烦恼成就你修行的助缘，叫做知烦恼处。那里面这样子说啊，暂时告诉你们，你们听就好了。为修菩萨行者，以多闻故，则知自身及诸众生所有一切烦恼之祸，皆能资助业因，而受当来果报，故求出离而不为说祸也。啊，这样子说啊，听经闻法你就知道烦恼。什么叫做烦恼？贪嗔痴啊，贪心让我们轮回啊，嗔心让我们堕落，愚痴让我们在这个三界六道当中载浮载沉啊。那你知道之后，那你就要断贪嗔痴啦。所以今天各位受八关斋戒，没有欲望，没有愚痴，没有嗔恚啊，烦恼伏住了。第二个，多闻的功德啊，华严经告诉我们，第二个多闻的功德，知清净处啊，内心清净啊，就是成道的助缘啊。你看，不起欲望，多么的快乐啊！不起嗔恨心，多么的殊胜啊！你看这个阿罗汉，内心没有贪嗔痴啦，内心是平静的，所以出家人都过着平静的生活。所以知清净处，这个是顺境，这个是善缘啊。所以所谓的修菩萨的行者，以多闻故，悉知一切清净泛分，皆能资助菩提之道，
是以精进修习证一证无上佛果也啊。啊，所以清净心是道啊，所以清净心就是保持一颗那不起贪不起嗔不起愚痴的清净啊。那今天各位贪嗔痴啊不起现行，那你内心只有慈悲啊，只有无我，只有空性啊，所以叫做无我大悲的不动如来身口意啊。第三个啊，多闻听经闻法有什么功德呢？远离疑惑，疑是修行最大的障碍啊，所以我们要断离身心啊。那华严经这样子说啊，修行者疑多闻故，则于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及外道邪魔等论，悉皆照了通达而无所疑惑也。那要断除这个疑惑，世间的疑惑，出世间的疑惑啊，断离身性，各位要有正性。什么叫做正性啊？大家再跟我复习一遍，世间的正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这个就是正性，断离身性，开始修行，开始断恶修善。那出世间的正见呢？跟我念一遍：众生皆有佛心，众生皆有佛心，皆可成佛，皆可成佛，皆是过去父母，皆是过去，未来诸佛，未来诸佛。哇，这个啊，这个叫做正知正见啊。第四个，多闻修行，让我们那、啊、做正知见，你的思想，你的行为。端正啊，不会杂乱啊。这个菩萨行者以多闻故，于一切邪正之法无不明了。若由众生邪见邪论者，作正直之见而隔其非心也啊。所以一个人正知正见太重要了。到底吃素好还是吃肉好啊？到底杀生好还是放生好啊？啊，到底偷盗好还是占人家便宜好，还是布施好啊？那你有这个准则啦，那你身口意就有个方向啦。第五个，听经闻法有远离非道的功德。啊，非道就是错误的方向，错误的道路啊。所谓修行者以多闻故，则于善恶果报诸法因缘无不明了。故杀道等一切非法之道，皆能够远离而不为也。那所以今天我们是走正道，八正道啊，八种快乐之道，受持八关斋戒，走入八正道，走入圣贤之路啊，所以就很容易分辨啊，到底哪里有危险？杀生让我们临祸啊，偷盗让我们痛苦啊，邪淫让我们痛不欲生啊。啊，又不骂人，又不骗人，让我们讲话有力量啊。第六个，听经闻法多闻，让我们安住正路。菩萨行者以多闻故，则于一切邪正诸法无不明了，故不为非道所惑，而于如来正法常得安住而不退转也。刚刚讲了第五个，知道正道了。第六个讲的是安住，所以一辈子不杀生，功德大不大？太大了。一辈子不占人家便宜，大不大？功德太大了。那你今天受八关斋戒，超过一辈子不杀生，一辈子不偷盗，一辈子受持五戒的功德呢？啊，五戒八关斋戒的比较功德阐述，五戒像一滴水，八关斋戒像大。五戒像萤火虫，八关斋戒像月亮，像太阳的光芒啊。五戒像刚出生的小孩子不会走路啊，八关斋戒像飞机啊，飞越大海啊，直趋人天啊，直趋净土啊，不可思议，不可说，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八关斋戒也啊。第七个，听经闻法的功德，开甘露门，甘露啊是离苦
的饮食叫甘露吗？它能够增长你的寿命，它能够增长你的福报。那所以所谓的修行者以多闻故，则能深入如来之藏，了知无上法位，而复以此普论众生，令其善根增长，是为开甘露门也。所以佛法叫甘露啊，佛也叫甘露啊。那所以我们听经闻法得到甘露了，受斋戒也是甘露啊。所以今天我们有八个甘露啊，受八关斋戒让你长寿健康，受八关斋戒让你有钱真好啊，受八关斋戒让你家庭幸福美满，受八关斋戒让你事业顺利，受八关斋戒让你啊走到哪里都自在啊。啊，第八个啊，听经闻法让你进佛菩提呀、啊，那听经闻法就让你走入真实的利益众生菩萨道了，走入菩萨道就进菩提，走入菩萨道就成佛度众生了。所谓修行者的菩萨，以多闻故，常勤修行，则知戒定慧行，能去圣。是以心常在高，精勤无怠，而于佛果菩提为不远也啊！所以听经闻法的人啊，去佛不远啊。第九个，听经闻法而作光明。所谓菩萨行者以多闻故，知诸众生皆为无明所缚，常受长夜之苦，而能以智慧之灯作诸光明，令其出离幽暗，而获亲身之乐也。所以听经闻法，听经闻法就是为了实践嘛，实践那就要以戒为师啦。所以我们今天受持八关斋戒才是听经闻法的实践。那听经闻法有光明啊，那持戒就有光明啊。所以法宝当中最为殊胜的就是戒法啊。所以作为光明，今天自己大放光明的，今天也可以燃起光明，照亮众生啊，照着地狱，地狱到众生离苦了；照着恶鬼，恶鬼到了众生无饥无渴；照着畜生道，畜生到了众生永离三恶道了。第十个，听经闻法的功德，不畏恶道，为修行者菩萨以多闻故，晓了万法体本空寂，无苦无乐，是以发光大心，随类化度一切众生，而于险难恶道悉无所畏也。啊，这边讲的是大转法轮的啦，这边讲的是普度众生随机化现。所以菩萨知闻法而成就佛道，成就佛道之后呢，下地狱下恶鬼做畜生，大往大的度众生啊，内心无所害怕啊，反而是三界当中就是他的净土，众生就是他的净土啊。啊，所以大家明白啊，听经闻法的功德啊，所以大家一起来融入听经闻法的实践，受持八关斋戒八四十二业，大家翻开四十二业。第二，开导善男子善女人等，各位即殷勤恳请，可尔为汝等做八戒等师，所有语言听我开导，无戒者如来立身之首部，贤圣修道之要阶，三七等阶七众同收，或越三途而知居能天，或超有漏而尽得绝安，五圣运财即为轴侠，万善克备即为基本。各位今天的鱼啊，南斗星君圣诞十斋之六斋之佛陀加持之日，来到网路上面前，来到树林菩提讲堂，受持八关斋戒者，先当晓了八戒名体，次方于汝等一一受之。然此八戒名曰八关斋，观者禁闭之意，未禁闭发誓否犯乎？斋者其一，以过中不食为斋体，八事诸神亲近斋体故，尤其八事斋体奉香之持，又名八支斋法。须知斋一名皆佛所制故，戒一名斋其三业故，以身其则无秽恶，口其则无诸过，心其则无烦恼诸漏业因，必须一日一夜秉至虔诚内六念尽其自一，
唯一念佛慈悲导师，二念法，三世佛母，三念僧，人天福田，四念天长寿安乐，五念界清净真心，六念师不计贫穷，外于八支竖其身口，唯一不杀害，不偷盗，群断淫欲，乃至第八离非实时，由四三业道清净，成为出世正因，解脱根本。各位今者一一闻之矣。果人如法平受果，能如法受持，大众清齐。第三起身，大家请合掌跟我念：一心齐勤，一心齐勤；觉光长老，觉光长老；真华长老，真华长老；如虚长老，如虚长老；法正长老，法正长老；上海下涛大菩萨，上海下涛大菩萨；不为本师，不为本师；加持我等，加持我等；救苦救难，救苦救难；众生离苦，众生离苦；善男子、善女人等，各位能够如法受持，先当引请三宝降法缘的正蒙，四请万灵正堂长的护戒，称自己名，赞宗，随我言音坐观升起。香花云，香花琴，弟子赞宗一心奉请，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西方皆云阿弥陀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唯愿不为本师降临法眼正蒙受戒行礼拜。香花云，香花琴，弟子赞宗一心奉请，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西方皆云阿弥陀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唯愿不为本师降临法眼正蒙受戒。第三遍，香花云，香花琴，弟子赞宗一心奉请，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西方皆云阿弥陀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唯愿不为本师降临法眼正蒙受戒。香花云，香花琴，弟子赞宗一心奉请，大小二乘毗梨律赞五篇三句解脱母唱，十二分金前十交叠礼于清净甚深法宝，今应一心归命顶礼。香花云，香花琴，弟子赞宗一心奉请，大小二乘毗梨律赞五篇三句解脱母唱，十二分金前十交叠礼于清净甚深法宝，今应一心归命顶礼。第三遍，香花云，香花琴，弟子赞宗一心奉请，大小二乘毗梨律赞五篇三句解脱母唱，十二分金前十交叠礼于清净甚深法宝，今应一心归命顶礼。香花云，香花琴，弟子赞宗一心奉请，观音世子文殊普贤清净海中，诸大菩萨礼赞会上优婆离尊者，西天东土历代祖师传南山中，诸大理事中心立足会迎新宫大和尚，弘法堂上上海下涛大和尚，唯愿不为本师降临法眼正蒙受戒。香花云，香花琴，弟子赞宗一心奉请，观音世子文殊普贤清净海中诸大菩萨礼赞会上优婆离尊者，西天东土历代祖师
承揽山中诸大优婆离尊者，悉天东伯历代祖师，承揽山中诸大律师，中心立足回应新宫大和尚，弘法唐僧，上海下涛大和尚，唯愿不违本师降临法言，正蒙所接。第三遍，香花云，香花琴，弟子掌中一心奉请，观音世子文殊普贤亲近海中，诸大菩萨地藏会上，优婆离尊者，悉天东土历代祖师，传南山中诸大律师，中心律主慧眼星宫大和尚，弘法唐僧，上海下涛大和尚，唯愿不违本师降临法言，正蒙受戒。香花云，香花琴，掌中一心奉琴，光明会上即为诸天，范世摄王天龙八部伽蓝独帝，复界神王金刚力士有贤灵气，唯愿不违本师坚谈复界。香花云，香花琴，掌中一心奉琴，光明会上即为诸天，范世摄王天龙八部伽蓝独帝，复界神王金刚力士有贤灵气，唯愿不违本师坚谈复界。香花云，香花琴，掌中一心奉琴，光明会上即为诸天，范世摄王天龙八部伽蓝独帝，复界神王金刚力士悠闲灵气，唯愿不违本师坚谈复界。啊，各位菩萨，请注意一下五十页第四，忏悔世间您请三宝万灵振聋为父，今者垂慈降临遍满法桌，悉尼悲恳摄受，忏悔往昔，三逆无染，堪堪受戒。我今为汝等举大金机，汝等听我之言意，心想金机之意理，决是改往修来，更无再作诸恶，称自己名暂中。啊，我们今天啊，有招请的众生啊，一起来同享功德啊，法号叫做慈悲啊。那忏悔对世间人来说很重要，忏悔对修行人、出家人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忏悔的关键在于这个出家人、这个修行人有没有自我功德力，有没有力量帮助众生。那修行人不能够成就，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啊！啊，所以有人一直。啊，告诉我啊，啊，师父，我做那么多啦，怎么病没有改善啊？师父，我护持道场很多啦，供养出家人啦，这个佛像是我建的呢，啊，这个寺庙是我盖的呢，啊，为什么我的癌症还是这样子啦？啊，为什么我的小孩子没有改变啊？等等，啊。大家也都碰过了，但是佛陀告诉我们讲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啊，三世啊，过去、现在、未来。现在的苦是过去给别人的、给众生的、不直接产生的，未来要快乐，那就看这辈子你怎么做啊。那你布施，你想要离开痛苦，佛陀告诉我们，善恶是不抵消的，布施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那梁武帝跟这个达摩祖师，他这个公案也很明确告诉我们啊。梁武帝问这个啊达摩祖师啊，朕我做那么多功德，建寺庙、盖佛寺
啊，那很多人出家吃素啊，那我有没有功德啊？达摩祖师说，你没有功德 啊，所以梁武帝跟达摩祖师话不投机啊，啊，达摩祖师转头就离开了。梁武帝啊还有一点上根啊，跑去问这个智空禅师啊，他的国师啊，智空禅师国师是观世音菩萨示现的啊，啊，师父就跟梁武帝说，那个达摩祖师讲的没错，你真的没有功德啊。那什么叫做功德啊？断恶名为功啊，修善名为德啊。达摩祖师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功啊，自省名为功，行就是行物的行，行就是反省的行，自省名为功啊，自省就是忏悔啊。各位今天要不要有功啊？有忏悔就有功啊。什么叫做德啊？帮助众生，不伤害众生，持戒就是德啊。忏悔名为功，持戒名为德，好吧？功德就可以出三界，功德就可以断烦恼，功德就可以解冤释结啊。有功德，菩萨就有筹码了。有功德你就有筹码了，那菩萨就会告诉你的冤亲债主，人家有在做功德，人家有在修行啊，你原谅他吧。如果他骗你的，你再跟着他，你再让他受苦吧。啊，所以大家要有这个观念啊，啊，你要跟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啊，不是一直出钱啊。啊，在那做一个这个比喻啊，啊，你一直想要帮助众生啊，可是你却不理你的冤亲债主啊，就好像你欠你的冤亲债主1000万啊，但是你知道修行呢，慈悲啊，慈悲就要帮助众生啊，你欠冤亲债主1000万，那你宁可去银行贷款500万来帮助这些生病的受苦的盖孤儿院养老院，你就不愿意把这个钱回向给冤亲债主，就好像你诵经啊，啊，诵经持咒啊等等啊，那通过忏悔，那功德力就会产生了 啊所以凡所有为皆不称意，当知悉是恶业所致啊。如果不忏悔，那这个苦会一直延续下去的啊。如果不忏悔，这个苦不会止住的 啊所以我们难得做人啊，修行啊，必须透过忏悔来圆满你的戒行，必须透过持戒来兼顾你的忏悔，这个是密不可分的 啊所以你要离开痛苦，你就必须出罪，出罪就要禀白啊，佛啊，我做错事了，我杀生啊，让我得癌症啊，我吃肉啊，让我身体不舒服，晚上睡不着觉，让我众生干扰啊，所以你要让冤亲债主原谅你，必须要忏悔。如果不忏悔，你念100部的地藏经，你布施1000万，那有福报，但是冤亲债主不原谅你就不原谅你了啊。所以站着有这个机会，有一次啊碰到一个出家人啊，他这样告诉我啊，那我觉得很受用啊，他跟我说啊，站着法师，我告诉你啊，啊，你常常放生啊，你常常做功德啊，啊，如果一个冤亲债主，如果他不原谅你，他不接受你的福报，他不接受你的放生，他不接受你的传法万灾戒的功德，那你的啊，那你的障碍不是还在吗？啊，那因为我听一听有道理没？啊，如果冤亲债主不原谅你，那你布施不就白做了？那你冤亲债主不原谅你，那你的苦不就白受了？啊，所以你念一部地念100部地藏经，冤亲债主不原谅你没有用。如果冤亲债主愿意原谅你，你念一部就有效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湛乐就恍然大悟了，啊，湛乐就会针对问题而开始修行了，啊，跟冤亲债主忏悔啊，诸佛证明啊，然后一心持戒啊，啊，像今天传八关斋戒，像今天受八关斋戒，我是为了冤亲债主，我是为了一切众生而做而传的，啊，再来回向冤亲债主，再来回向给众生呐，啊，再来万灯啊，再来供水，再来放生呐，啊，那大家就很有力量了，啊，所以透过忏悔来圆满一切的功德啊。啊，所以大家请起立，世间灵勤三宝万灵正蒙未敷，今者垂慈降临遍满法珠，先因悲恳摄受忏悔往迁，三业污染安堪受戒，我今为汝等举大经济，各位听我之言音，心想经济之意，绝世改往修来，顿悟在做诸恶，
称自己赞中啊，大家跟我念三宝加持，三宝加持为我证明，为我证明，一心忏悔，一心引导亡灵，引导招请众生，招请今对佛前，今对在主面前，在主忏悔业障，忏悔永离三恶道，往昔所造诸恶业，往昔所造今由无始贪嗔痴，今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从生与意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今对佛前求忏悔，顶礼一拜。往昔所造诸恶业，往昔所造诸恶业，今由无始贪嗔痴，今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一切罪障皆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往昔所造，今由无始贪嗔痴，今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根皆忏悔，一切罪根皆忏悔。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五十二页第五问真啊，善男子。善女人等，各位忏悔往业基金，我依善身经先问七种遮障，方可为汝受戒，其中有无不可复长，一一实答，称自己名。赞中。第一，如成道现前身入佛。五。第二，如成于六亲男女中心临佛。五。第三，如成入破身形犯行佛。五。第四，如成于父有病时舍去不顾佛。五。第五，如成于母有病时舍去不顾佛。第六，如成于师长有病时舍去不顾佛。五。第七，如成杀害发菩提心众生佛。五。顶礼一拜。上面走就好了，上面走就好。啊，因为刚刚各位都有忏悔啦，啊，所以都要打五啊。这七条不要去犯，那你就有天经文法受持斋戒的助缘啦。啊，不若你犯了不忏悔。那下辈子就不容易来修行了。第六，受三皈依，善男子、善女人等，各位忏悔尽，身心清净，罪业消停。我今为汝等心受三皈，感发戒体，称自己名。赞中。随我汝受啊，今日召集的众生啊，啊，法号叫做慈悲啊，跟我们一起来皈依三宝啊。今天有地狱道的、恶鬼道的、畜生道的、亡灵啊。动物啊，水产他们都来了，愿力皈依啊，他们就不再回到黑暗处，地狱恶鬼出生，不再被人欺负，不再有种种的忧悲苦恼的事情发生了、啊。一起皈依三宝，我赞乐慈悲，赞中慈悲，受苦众生，受苦众生，六道父母，六道皈依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一日一夜，或斋戒几天，或斋戒几天，为进行忧国舍，为进行忧国舍，顶礼一拜。拜下去的时候，观想三宝现前放光加持，我们的恶业、痛苦、烦恼、障碍、贪嗔痴、癌症、病苦不能解决的事情，化成黑血，脚底流出去，恢复清净。第二篇，我赞乐慈悲，我赞中慈悲，每结冤亲在主，每结冤亲在主，历代祖先，历代祖先，七世父母，七世父母，皈依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或斋戒几天，或斋戒几天，为进行忧婆夷，为进行忧婆夷。第二拜，观想忏悔的力量，虚空涌出戒体。放光加持，我及众生父母身体变成透明的，没有污垢。第三遍，我赞乐慈悲，我赞中慈悲，现前塔包，现前塔包，所有亡灵，所有亡灵，一切在主，一切在主，召请众生，召请众生，还未有情，还未有情，皈依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一日一夜，一日一夜。
也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塞，为进行优婆塞，顶礼一拜，第三拜，大家观想一下，啊，看到如云如盖的戒体虚空幻象，覆盖着我们的头顶，流入了我们的身心，有发热的感觉，得到戒体永为佛子。再来正觉归体，上来三归正是那体，更加三结得法圆满，未知三般结魔堵随我道，我赞乐慈悲，赞中慈悲，受苦众生，受苦众生，六道父母，六道皈依佛经，皈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法经，皈依僧经，皈依僧经，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塞经，为进行优婆塞经，顶礼礼拜。右边我赞乐慈悲，我赞中慈悲，每劫冤亲债主，每劫冤亲债主，历代祖先，历代祖先，七世父母，七世父母，皈依佛经，皈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法经，皈依僧经，皈依僧经，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夷经，为进行优婆夷经，顶礼一拜。第三边我赞乐慈悲，我赞中慈悲。现前讨报，现前讨报，所有亡灵，所有亡灵，一切债主，一切债主，招请众生，招请众生，还未有情，还未有情，皈依佛经，皈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法经，皈依僧经，皈依僧经，一日一夜，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塞经，为进行优婆塞经。再来第七宣戒香，我以为汝等禀宣三归，各位以得八戒眼睛，再为汝等宣说八戒名相，令汝等四相一护其体，各位当片缘法界一切情非情境，发无上菩提心，于一一戒中虔诚禀受，各称法名，赞中啊，大家请坐一下啊。啊，今天的重点就是八关斋戒，八关斋戒的重点就是纳受戒体，戒体的重点，那各位要去了解什么叫做戒体啊？戒以惭愧心为体，叫做戒啊。所以你今天的戒体就是有惭愧心啊，那你有惭愧心就可以纳受戒体，很自自然然的，你有不杀生的戒体，自自然然的你有不偷盗的戒体，自自然然你有不淫欲的戒体，自自然然你有八观斋戒八种戒体，为什么？啊，你生病啊，你住院啊，啊，你去医院检查说没有毛病啊，但是你痛得要命啊，你去医院检查，啊，说没事，但是你就全身不自在，很痛苦啊，啊，吃西药中药都没用，一年两年三年都一样啊，没有改变，只会越来越糟啊。那你知道了，你了解因果了。你知道你的苦原因在哪里了？啊，原来我杀生吃肉啊，伤害众生啊！啊，你这样想，我怎么会那么笨啊？我怎么会那么糊涂啊？伤害众生，造无量的恶业，现在感召无量的苦火。所以各位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苦都是过去给别人的。你有大惭愧心呐、啊，你有这个念头，代表戒体慢慢具足了，慢慢戒体就融入了。啊，所以你自责，我怎么会伤害众生？责心忏，很痛苦，造恶业。那、啊、然后你今天无论如何，你都会受这一条不杀生戒。所以你打能死的时候，戒体马上就进入你的身心了，马上就改变了，命运就改变了，事情就解决了。啊，所以有人呢、啊，啊得癌症了、啊，那、啊、战队就鼓励他受八万斋戒啊，鼓励他忏悔，鼓励他放生啊。啊，他这个指数就止住了，啊，他这个癌症就没有恶化了，他这个癌症就超越了，先接受因果，跟冤亲债主忏悔，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原来你贫穷啊，原来你房子用租的，原来你没福报啊，都是过去是兼贪啊，不布施啊，不帮助众生啊，不慈悲啊，产生的，那你今天就会很小心翼翼的，
无论如何你都要受不偷盗戒啊。那你这样子的惭愧，内心有这个念头，能持，那不偷盗的戒你就融入你的身心，那就在你身上产生化学变化，生生世世就产生作用了，生生世世大富大贵，生生世世受用具足，生生世世没有钱的烦恼，自在，太好了。啊，所以湛乐告诉各位，受八方斋戒，今天都要打仁慈啊。所以戒就是老师啊。啊，所以正法印注经告诉我们，若人乐此戒，则得自涅槃，现在及未来，戒为第一般，功德常随足，是故应清净，从乐得乐故。持戒之人，戒名为善，戒为无漏。戒有什么功德呢？三种功德，最基本的，戒能够灭苦，戒能够增长，戒能够调伏，啊，调伏自己的贪嗔痴啊，调伏外在的灾难啊，戒能够增长，愿力增长啊，福报增长啊，功德增长啊，力量增加啊，向好庄严，变财无碍，出身高贵，多劳财宝都增上啊。所以八条戒大家都要答，能持第一不杀生戒，一日一夜能持否？能持。第二不偷盗戒，一日一夜能持否？能持。大家请起立，不好意思啊，所以这八条戒大家去思维，家里面夫妻常吵架了，家里面啊夫妻常常骂来骂去啊，要离婚啊，就是因为您过去是有这个因啊，破坏人家家庭的因啊，所以这辈子也被破坏了。那你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你要答能持不淫欲戒啊。第三，今日一日一夜不淫欲戒，能持否？能持。第四，不妄语戒，一日一夜能持否？能持。第五，不饮酒戒，一日一夜能持否？能持。第六，离花香璎珞香油涂身戒，一日一夜能持否？能持。第七，离高圣床上坐及坐上戏乐故耳旁听戒，一日一夜能持否？能持。第八，离非时时戒，一日一夜能持否？能持。顶礼礼拜。啊，所以今天八关斋戒啊，我们有解脱的功德，我们更有菩萨的力量。消极的为自己不杀生，积极的为众生要法身，消极的为自己不偷盗，积极的要广大的布施，布施贫穷啊，帮助老人、病人、受苦的人啊，布施便当啊，素食的让他们吃啊，吃一顿素的。啊，未来不遭受刀兵劫啊，不施医药啊，未来就没有啊这些啊病苦缠身的问题啊，啊，那你就没有积极劫啊，你就没有极易劫啊，啊，所以常不施医药的人啊，你就不会碰到瘟疫啊，啊，所以不施医药给出家人，不施医药给贫穷的人、病人，那未来就不遭受积极劫、极易劫，啊，然后不淫欲。今天夫妻分房睡，睡在地上，睡在椅子垫啊，今天男人只有男人的世界，女人只有女人的世界啊，最基本的时候八关斋戒，你只有一个人跟佛陀，你只有一个人，你跟众生啊，没有这些男女的问题啊，啊，所以今天啊夫妻分房睡啊，没有男女的关系。第四，不妄语，不妄语又分成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骗人啊，所以大家今天戴口罩防疫期间，大家今天念佛、念法、念僧，精进一天的修行啊，那你就有佛的梵音啊，力量度众生啊，听到你的声音就有人欢喜，听到你的声音就想跟你亲近啊，这个就是功德产生啊。例如不饮酒戒啊，大家不要喝酒啊，喝酒就乱性啊，喝酒就开车撞死人啊，喝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喝酒威仪就丧失了啊，所以不喝酒有大智慧，经书看得懂，人家讲什么你就能够举一反三啊，啊，不然就啊做什么事都没办法，学什么都学不起来啊，皆因喝酒产生的。今天不喝酒还要葱蒜韭菜槟榔毒品都不要去碰。第六，梨花香璎珞香油涂身戒，今天啊擦药皂洗澡啊没有味道的，洗盐巴也可以，出家人都这样子啊。今天不要抹香皂，不要擦香水啊，然后穿着不素的衣服
那你未来有什么功德呢？身上自然 发出香气啊，檀香味啊，诸佛菩萨的法味啊。第七，离高圣转上座，即坐上伎乐，护法观听界。今天不要唱歌，今天不要跳舞，今天不要看电影，今天不要眼睛不要乱看啊。然后沙发与夫妻堂不要去躺啊，看佛教台，看经典啊，拜忏、念佛、持咒啊。那以后有什么功德呢？三昧自然成就，心很清净，很平稳。第八，离非时时间。那今天中午吃完之后，晚上不要吃东西啊。太阳明天出来的时候看到齿纹才可以吃东西，戒体自然就消失了，把功德就产生了。今天受八方斋戒，你念一部地藏经等于念60部地藏经的功德啊。那你今天受八方斋戒不杀生，你吃掉的众生很多，但是你今天不杀生，你就可以还债还很多了，所以功德就成就了啊。所以大家很清楚很明白了，大家今天要注意安全，所有安全不遭破坏就是八关斋戒，身体不遭破坏，心里没有贪嗔痴，外在的内在的事业家庭儿子女儿身心世界里面都没有遭破坏，就是八关斋戒的功德最为殊胜啊。所以大家都知道了，都能持了。再来第八，发愿善男子善女人等三规八戒体相一一了之受持。我依阿含经当教汝等发愿，若受八戒而不发愿者，得少功德两礼行愿相知，方能成就福慧甚耶。是故汝等今对三宝前自心合掌普发誓愿，发愿之语如何自成？恐汝未能，我今教汝随我言道，各称法名。暂中，大家请常规。大家请常规，大家发自己的愿，愿是来帮助众生，愿是自己修行，愿是没有这些障碍，断恶修善的愿，菩萨愿，修行愿。跟我念：我暂乐慈悲，暂中慈悲，受苦众生，受苦众生，六道父母，六道父母，一起念。自心发愿，均以持八关斋功德，不堕恶趣八难边地，持持功德，摄取一切众生之恶，所有功德会施彼人，使成无上正真之道。一时将来，弥勒佛三会得度生老病死，往生净土清净弥陀正无生人。观入娑婆化诸有情，同登结案成无上道，就离一拜。发自己的愿，一般我是这样发愿的。你身体不好，发愿的时候怎么发愿？因为以此八关斋功德，愿暂乐生生世世不杀生，啊，又放生，又吃素，又开礼数，要这样发愿的，啊，你不能不如，你不能一世不如一世啊，啊，你这辈子病苦80分啊，你下辈子100分，那你没修行啊，啊，又怕我们迷失，又怕我们又去碰杀生这件事，所以你发愿，你下辈子你不小心杀死众生，踏死蚂蚁，你就很痛苦。戒体，所以戒体是可以延续的。如果你这辈子很贫穷啊，房子给人家租啊，让人家赶来赶去啊，啊，三餐都有烦恼，又找不到工作，啊，有钱真好，但是就你身上就没钱了。所以你跪着要发愿，因为我生生世世有钱就要布施啊，因为我生生世世有钱就要造佛像、印佛经、盖佛塔、印经典，有钱就要供养出家人啊，有钱就要。给父母啊，好，那你下辈子绝对有钱，这个国家最富有，这个家庭最有钱的，那你就会跟着这个愿走啊，帮助众生，这样好不好？太好了。所以第二次发愿，跟我念：我暂乐慈悲，累劫冤亲债主，累劫冤亲，历代祖先，历代祖先，七世父母，七世父母，一起念。自心发愿，尽于此八关斋功德。不堕恶趣八难边地，持持功德，摄取一切众生之恶，所有功德会施于人，使成无上正真之道。一
欲时将来与了佛生会，得度生老病死，往生净土，清净弥陀，证无生人，观路娑婆，化诸有情，同登觉岸，成无上道救离一拍。自己的愿，地上边，我赞乐慈悲，我赞中慈悲，现前法宝，现前法宝，所有皇灵，所有皇灵，一切在主，一切在主，招请众生，招请众生，还未有情，还未有情，继续念，自心发愿，今于此八关斋功德，不堕恶趣八难遍地，持此功德，摄取一切众生之恶，所有功德会施彼人，实成无上正真之道。一时将来与了佛生会，得度生老病死，往生净土，清净弥陀，证无生人，欢入娑婆，化诸有情，同登觉岸，成无上道救离一拍。大家请合掌跟我发共愿啊，不会忏悔，所以有普贤忏悔经，不会发愿啊，所以有这个共愿啊，所以保障我们临终没痛苦，保障我们下辈子修行，保障我们继续修行，保障我们得见弥陀，同生净土。大家合掌跟我念三宝加持，三宝加持，今日殊胜之日，今日殊胜之日，农历初一，农历初一，佛陀加持之，佛陀加持日，我等虔诚，我等虔诚，受持八关斋戒，受持八关斋戒，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令我等，令我等生生世世，生生世世，直至成佛，直至成佛，直佛出师，直佛出师，同佛出家，同佛出家，断恶修善，断恶修善，戒律精进，戒律修学犯恨，修学犯恨。同佛出家，同佛正觉解脱，正觉解脱，胎里出，胎里戒杀放生，戒杀放生，施食点灯，施食生性灵果，生性去除惭愧，去除信心成就，信心孝顺父母，孝顺忏悔业障，忏悔严持戒律，严持慈悲众生，慈悲临命终时，临命终时没有痛苦，没有没有病苦，没有没有烦恼，没有没有障碍，没有没有债主。没有没有恐怖，没有没有四大分歧，没有四大分歧，种种苦恼，种种临终欢乐，临终自知死之，自知心不贪恋，心不意不颠倒，意不弥陀皆已，弥陀往生西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成愿再来，成愿再来具足菩萨八法，具足菩萨八法长寿健康，长寿健康身体有力，身体有力相好庄严，相好庄严变财无碍，变财出身高贵，出身高贵多劳财宝，多劳财宝众无为，得大丈夫身，得大深度金章，深入智慧如海，智慧妙解诸论，妙解四出四法，四出三圣教法，三圣教法五圣教法，五圣教法通达无碍，通达同理大众，同理一切自在，一切自在这样他，这样他，万家之央，万家之央，波大波大，爱说哈，爱说这样他，这样万家之央，万家之央，波大波大，爱说哈，爱说这样他，这样万家之央，万家之央，波大波大，爱说哈，爱说哈，就离一拜。啊，所以大家今天很开心啊，有戒作为保护啊，临命中就会走得很安详啊，临命中就会没有痛苦啊，这个是我们的基本的需求啊，基本的要求啊，啊，不然现在大家往生很痛苦啊，业力现前啊，看到黑白无常怕得要命，那戒就不一样，受戒之人不一样。死的时候形成一个保护膜，叫做戒为第一犯；死的时候有光明，叫做戒为引导，啊，就没有这些地水火风分解的痛苦了。那这样子发愿，又保障我们生生世世身心安稳，啊，生生世世皈依三宝啊，太好了，啊，所以战乐恭喜各位啦，61页，地球劝阻回乡，善男子善女人等，汝等。以受法戒，以发大愿，受持一日一夜，虽为圣衣，
奉喜一日一夜之为甚难，不可于刹那勤其世俗想，亦可不可于刹那勤其懈怠心。当勤修六念，谨护八支，夜烦恼习自然除灭，纯善本心自然开朗，出世正因有之成就。文殊问经云：世间菩萨八戒者师，楚台经云：八关斋戒者，诸佛父母也。萨婆多论云：若作阎菩提王，于阎菩提中一切人民金银财宝于众自在，虽有不是功德，以八关斋功德分作十六分，阎菩提王功德十六分中不止一分，所谓最后清净八戒斋也。各位以得如是功德，当增进富户，勿令为舍。菩萨论云：受八戒者，名曰尽住，未尽阿罗汉住故，又名瞻仰，为瞻仰善根，令其增多故。汝等今已得尽阿罗汉住，而能增长善根功德故。所以你看，短短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啊，受八关斋戒有福报，有国王的福报，有转轮圣王的福报。那有什么功德呢？解脱的功德。你今天受一天的八关斋戒，你未来就可以解脱了，解脱生死啊，解脱轮回之束缚，出离三界六道啊。那短短的内容就告诉我们八关斋戒的殊胜，八关斋戒可以成就佛道，诸佛父母也，八关斋戒可以帮助众生，世间菩萨。那所以要福报的，要功德的啊，要解脱的，要帮助众生的，都得到了。各位当生庆幸，如法奉行，各位能够如法奉行佛，能如法奉行大乘群起，大乘自成一切诸法法师成戒开示，向法师三拜，向佛菩萨一问君，阿弥陀佛，受戒功德圆满，大众同音跟我念：受戒功德殊胜行，无边胜佛皆回向，普愿成立诸有情，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在最后啊，湛乐再一次提醒大家，戒功德得到了，但是不要去毁谤哦。啊，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看到指纹才有圆满哦。啊，所以什么叫做戒？戒为无漏。啊，身体漏掉了，身体不健康了，钱财漏光了，家庭事业啊，内外都漏光光了，戒为无漏。啊，你今天受八关斋戒，你的水管给它补起来了。你今天受八关斋戒，墙壁给它补起来了，不再危险了。所以戒所有安全不遭破坏，记得，请记得啊！所以今天殊胜日做殊胜的事情，身口意殊胜，今天做殊胜的功德，身口意跟诸佛菩萨一样，合为一啊！啊，所以愿今天的功德啊，大家再来总一下，再来跟我念三宝加持。三宝加持。所有戒法功德。所有戒法功德。啊，网络上的朋友。法友们一起受戒，功德回向世界各地，瘟疫消除，没有火灾，没有水灾，没有地震，没有台风，风和日丽，国泰民安，五谷丰收，所有众生身心灵果具足常规，走路修行皈三宝，亲近善知识，发菩提心，共成佛道。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谢谢各位，阿弥陀佛。